如果你的档案不小心遗失了，或者是如果你的档案，如果你有档案不小心遗失的，不小心被格式化，或者是你不小心把它删除，如果你的档案，如果你的档案不小心遗失了，不小心格式化了，或者是莫名其妙就损毁了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软体可以跟大家做分享，这个叫做 4D Dig。